你们之后学测完，不是要一起去日本游学团吗？嗯。说不定那时候你跟玲玲就会在一起啊。这样好吗？可是我已经承诺过，在毕业之后才要跟玲玲告白，这样会不会打扰到玲玲最后冲刺的时间啊？陶伟山，你算这个到底准不准啊？哎，我说的当然准啊！我敢打赌，就算你没有告白，你们之间也会因为其他事情，感情大大提升。真的假的？相信我啦！哎，我们出来多久啊？20分钟啊。那我们赶快收拾，赶快回去吧，不然等一下玲玲觉得奇怪。玲玲，你不要误会哦。陶伟山刚刚在帮我算塔罗牌，然后他牌掉了，他又不小心跌倒了，所以我才抱住他的。我们没有怎么样。对啊，玲玲，事情的经过就跟郑明威说的一模一样。不要误会哦。你看，对，牌都在地板上。只是算个塔罗牌而已，那么紧张干嘛？你的手机刚刚一直在响，我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就拿过来给你了。谢谢你，玲玲。时间也差不多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书包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你们刚刚是不是？你说呢？拜。哦，对了，OK。拜。哦，好，那就拜了，干嘛？啊，刘浩，你感觉真好，等一下应该可以好好的睡一觉。飞哥，你一点都不会紧张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体质生的资格都拿到了，要紧张什么？哎，不是啦，威哥，我说你刚跟陶伟山抱在一起，你觉得班长看到他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对你扣分啊？对啊，你要知道，女人这种生物最小心眼，搞不好班长现在家里差你小人呢。扎你的头啦！拜托，我跟玲玲认识多久了？她一个不开心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而且玲玲知道我对陶伟山没有兴趣。所以他不会为这不开心的。看到了没有，威哥呢？这个就叫做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男人就像威哥一样，有这样的心性，懂吗？可是就算是这样，威哥也用不着那么开心吧？好吧，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发问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今天陶伟山帮我算塔罗牌。他说我跟玲玲去日本的时候。会有意想不到的大进展。真的吗？贾飞说陶伟山算的塔罗牌真的很灵哎，看样子我们真的要叫玲玲大嫂了。哇，哎，辉哥，你怎么感情可以这么的顺啊？然后我跟马桶就是很坎坷哎，老天到底在干嘛？干嘛？怎样？原来老天爷眷顾我。干嘛？浩宇，你这么晚你找我出来干嘛？没有啦。就是上次飞燕说那个意外自刎的事情，是他胡扯的啦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啊，没事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反而要谢谢齐老师救你一命哎，开玩笑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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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哦。奇怪，婉君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跟我解释这件事情。哇，想不到他这么在意我的感受。哼，太好了，看来我又有希望了。宝贝啊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我看到你没事就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开心不能笑，可以吗？找你出来还有想要给你这个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谢谢。我知道这个是那个红樱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你现在对植物越来越懂喽，都要变植物专家了。开玩笑，那都是跟你学的嘛，对不对？话说，你干嘛突然送我这个？因为我看到这个就是很适合你嘛，所以我就想说买来送你啊。时间好像差不多哎，那快要塌房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晚安。拜拜。你死丫的了呀！想不到婉君这么在意我，不但特地约我跟我解释，还送我盆栽。不过他为什么要送我红樱草啊？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查一下好了。红樱草，红樱草，红樱草象征未出嫁就死亡的处女，也表示年轻、时代与悲伤。啊！所以婉君在暗示我，我的青春是一场悲剧。白痴哦！真假的啦！玲玲，我爸妈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。所以我今天就不在你家睡了。你一天到晚跑我家，你爸妈当然会抗议了。对了，你今天帮郑明威算塔罗，算什么？没有啦，就随便算下啊，好玩嘛。随便算又一个主题吧。反正对郑明威来说是好事，如果你想问的话，就去问郑明威啊。好了，我要赶快下去了，拜拜。伟山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他到底帮郑明威算什么啊？老师，对，我们下午的约会不要忘记了。你放心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忘记。梁瑞老师要打球啊？不是啦，是我们下午开班会，七老师要来班上教同学们 CPR。梁老师，你想打篮球，我随时奉陪。毕竟跟有夫之妇打篮球是要小心一点。开玩笑的。对，李老师，下午一般开班会的时候，你有其他课要上吗？没有哎，怎么了吗？太棒！那下午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可以啊。要帮什么？示范员喽。拜托，一边讲解一边示范，很累人哎。好。OK。由于科技的进步。色料技术的革新，自然色彩以及人工彩的数量已经高达前所未见之多，而色彩也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甚至是我们的心灵和情绪都跟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今天老师要教大家色彩学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大家看起来都无精打采的，昨天没睡好啊？老师，我们每天都要看书考试，怎么可能会睡得好啊？
这样啊，嗯，那好吧，这堂课就让大家轻松一点。老师教大家如何透过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更了解自己的个性，又或者是从自己跟好朋友喜欢的颜色里面，看出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。大家可以运用在友情或是爱情上哦。真的吗？老师，那我喜欢红色啊，那红色代表什么？红色代表勇气、力量跟热情。喜欢红色的人通常都很勇于表达情感哦。哇，老师都被你说中了。嗯，好，同学们，如果想要知道自己喜欢的颜色代表什么意义，排队到这边来问我哦。好。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？哦，我喜欢一些粉色系的颜色。喜欢粉色系会不会很做作？有蛮多女生喜欢粉色系，都还蛮做作的。但是我觉得粉色系还蛮适合你的。哦，谢谢。白兆宇，别看了，越看越难过。阿曼，谢谢你。你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欣赏的女生一定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好不好？各位同学，因为上次有同学触电昏迷了，所以学校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做一个相关的急救的宣导。老师这边问一下，知道 CPCR 和人工呼吸的同学请举手。哎，我知道。哦，我都知道。哦，很好，超出我的预期。那么实际操作过的同学再举一下手好吧。好，手放下。如果都没有操作过的话，那么有一天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手忙脚乱的。老师今天就是来带严老师跟各位同学做一对一的教学。那不就是水对水吗？老师，这也太害羞了吧。各位同学不要瞎起哄啊。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指导之前，我们会先示范给你们看。来，严老师请过来一下。老师，你们这样很牺牲哎，是男男对嘴亲哎。没想到严老师还有齐老师对我们班豁出去了。啊，虽然我很想跟严老师一起示范给各位同学，不过我没有办法一边讲解一边操作，所以我今天也请另一位老师来给各位做示范。老师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的示范人员，那我们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？这可是凯明老师主动要求的，是不是很开心？现在你期待已久的追求行动正式展开。这个组合也太有趣了吧！当女神遇到阎罗王，到底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？真的好期待哦！哦哟，为什么我的女神现在要跟人家玩亲亲啊？白兆义，如果你不敢看的话，你就闭上眼睛啊！我们大家可是想学习的呢，对不对？学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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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学。人工呼吸
是很严肃的一件事，希望各位同学不要抱着开玩笑的心态来学习。人工呼吸和接吻是两回事，当有一天有个生命在你们面前垂危了，能够救他的只有懂得人工呼吸的你们。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，也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来上这堂课的原因，所以请你们尊重为你们做示范的两位老师，可以吗？后面看不到的同学可以往前面一点。首先我们先确认伤者的意识，并拍打肩膀。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接着确认伤者的意识之后，手边有电话的就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若没有就要赶快进行1分钟的初步 CPCR。现在请严老师一手压着伤者的额头，另一手以食指、拇指呈 V 型抬高伤者的下巴，用看、听、感觉的方式检查伤者的呼吸，看胸部是否起伏，听是否呼吸声，感觉空气是否从口中呼出。如果伤者还有呼吸，就让他保持呼吸畅通，若没有就要进行人工呼吸。首先我们让伤者头部向后仰，以大拇指和食指紧捏着伤者的鼻子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将口完全遮住伤者的嘴，以 1.5 至2秒的速率进行人工呼吸，并吹两口气。睁开眼睛跟乱动，哦，那就代表他救活了。哦，不是啦，是因为严老师一直捏我鼻子，我没办法呼吸。哦，这样。凯米老师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哦。你要捏轻一点哦。好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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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就好了吧？那当然。对，这位就好了。进行到这个状况的同时，如果发现气吹不进去，那表示有异物梗塞着，那这时候就要进行哈姆立克急救法。嗯，没想到 CPCR 要注意的事情这么多，哎，一点都不黑吗？像我之前我看齐老师帮我君做人工呼吸啊，他做得很从容，我就以为很容易，可是上了这堂课之后才发现。要在短时间内判断出很多事情，没那么简单。嗯，我也觉得很难呢。光是按摩的位置，我就很怕压错地方哎。嗯，而且你们想哦，依我的体重压下去，本来没事的，搞不好还会被我压到受伤。你看吧，由此可知哦，护理师真的不好当。嗯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更加的努力，用100%态度面对我未来的目标。